你幾多？呢一日系情人节之前嘅星期日。阿九，你要提佢知唔知啊？你要同佢哋讲，跟住家俊，每人企疏少少，围住个台，总之就唔系。筹备咗两个月嘅时装表演，今日终于正式演出，阿锦显得特别紧张。我哋行出嚟嘅时候，咁样有阵时飞音乐都唔似。好得。阿锦要做嘅嘢好多，除咗帮手彩排行天桥、编音乐，仲要做埋司仪。情侶版 T 恤同埋其他豐富嘅禮品嘅。这些服饰全部都是一班年轻人设计的，都冇得好睇。绿色啊，或者泰国啊、尼泊尔啊，咁等等，下面可以着翻牛仔裤，咁样其实已经好 casual， 好靓咯。为咗突出本地创作，阿锦特登加插咗设计师嘅经验分享。其实咧，最主要就系显出平凡里边嘅不平凡啦。我有。虽然呢班年轻人经验唔算丰富，大多数都只系做咗一两年。